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后援。今天是10月17日，礼拜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昨天的维护说明吧。还有一个迎秋的活动。好，这个是更新纪念迎秋活动两种说明。一个是签到啦，就是我们把那个签到簿领完之后，就会跳签到，更换签到。的奖励一样是28天吧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星光成长机会，一样是占星是不是？好吧，一样是占星，只是换了不一样的占星吧。大部分都是这个啦，或这个，这两个，这个可能几率高一点吧，还是各半，不晓得，要再去看一下。还有这个陨石箱 ，OK， 就这样吧，就把原本就有的福利给换了一下，签到跟那个成长机会，一个转盘，跳过来看一下，签到在哪里啊？因为签到都是自己跳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找一下，我找一下签到。我想起了，好像是在活动吗？对，活动大厅。我们现在是22天嘛。我是22天啦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因为我就开服每天都有玩。所以我还要在一个礼拜吧才会换。然后那个转盘的话，之前不都在这边会有广告吗？那个有一个活动啊，怎么不见了？这我也要找一下。一样是在这个活动大厅，星光成长机会要前往，每天会有一抽吧，然后几率应该差不多。这边哦，英雄招募牌还比较高47%，因为我不是抽到这个精气就是这个，我很少抽到上面这些，很少，几乎没有啊，几乎没有。这个这么低，拜托，0.1%，0.1%，0.1%，1%，1%，啊，一天才一抽而已，怎么可能抽得到啊？大家有抽过别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抽这个这两个，那就单抽啊，然后就这边绿色就出缸出这个，这可能是全部抽完之后就会出吧，就是有一种。虽然是转盘，但是如果你全部抽完，就会全部拿到的感觉。你看，50分是49，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给科长抽啊。科长一定抽光光嘛，来拿这个牌啊，区域的，还有这个战术的吧。原来是放在这啊，这边还有这个选择的神兽牌。哇，金的呢，金的。我都用那个紫色而已吧，或者蓝色而已吧。看一下，对啊，我都是用这种蓝色的蓝底的而已啊。因为绿色可以合成蓝色，蓝色可以再合上去，一直合上去，但是你没那么多可以合啦。好。这就是为什么课长战力都这么高啊，因为课长都是用最好的、啊。还有一个小时多，因为今天有两个游戏明天录，就有两个新游是早上会出，中午再录，所以时间就才一点多而已，半夜才一点多，那都是半夜才录游戏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那个更新的东西吧。这边是详细说明啊，我昨天有贴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看。好，这个
有改时间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在睡觉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是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不是这个吧？好，这个是完整的，有完整的内容，它有一个目录啊什么的。就全新游戏内容、平衡、更新、改善、其他。这个是全新首领，25000，开玩笑，我才19000而已。然后这个魔灵，这个应该是队伍的，23000，开玩笑，我才19000。潜龙戒指哦，好，一些神兽牌啊，神兽牌我比较没有关注，我就随便推荐我装什么就装什么。然后这是家门秘技，还有全新的造景。然后这边平衡的话，就是有那个角色的细项啦，都是上修吧？有没有10变30，20变35。我就有听到那个昭敏吧，昭敏以前要有尸体才会爆炸啊，他都死掉，你那边爆炸，现在是直接就触发了，哦，直接触发尸体爆炸，以前没有，以前要真的有尸体才可以爆炸的样子。其他的我没有用啊，这个夏琳、露孙、幽兰都没用，夏琳我二星吧，啊，超二，露孙超零，幽兰超零。昭明超三，伊朗可能超一吧，这其实我都不抢啊，不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用啊，你也不会想要去抽它，它现在都上修了吧，都有强化过了，它也不是只有水跟毒啊，你看这个伊朗是电嘛，电的也不抢啊。大家都用火跟暗啊，这边还有其他的效果。好，神兽牌在平衡哦，从来没有研究过神兽牌了。好，这边是奖励改善，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过了。这都是一之前的，什么猎杀土门镇、松岩岛，这些都是新手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好，我比武大赛也改善了哦。哦，这个限制20000呢、欸，20000我快可以打了，我快可以打。这只是一只狮子吧？我现在会放电欸，对啊，有雷力啊，雷系的。联盟改善，我们联盟都没人了，还改善？要换联盟啦。这是好感度大哦。好，看完啦。那个，大家有猜到吗？我没有猜那个最强那一队啦。就是我们不是有什么比武大赛去猜冠军、亚军、季军什么的，还有什么参加奖的。我看一下哦，可能在下面吧。这里啊，黑白战术，我就预测到亚军吧，我就选那个什么，那队叫什么啊？来看一下，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活动还在不在啊。有时候那个活动结束我就没有了。我来看一下活动，然后已结束活动，我这里啊，黑白战术家。我就说大部分人都选这一队啊，因为这一队最强啊。嗯，这一队有熊猫欸，然后这可以禁聊欸，这一队大家都说第一名啊。啊，我是选那个夏琳爸爸，因为这一队就是有攻击、有战略、有守护、有资源啊，双攻啊，这是最正统的组合啊。最正统的组合是第二名，大概是这样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排名的话自己去看啊，看你有没有猜到。好，
来看一下 BOSS 吧。BOSS 上级哦。哎，那放哪里啊？哦，队伍，他是队伍啦。魔灵，两万三，两万零八百。哦，然后新的 BOSS 是指这边吗？这里，这个马蒂斯，马蒂斯两万五，开玩笑啊！我还在挣扎，还挣扎在这边暴炎王。以后都没人要打暴炎王了，因为人家都练上去了啊。他这个钥匙只能打七把、啊，大家可能就去打罗米文或者这个啦。哦，这个如果没有帮打，然后没有奖励的话，谁要帮忙打你就找不到人，可悲啊！老手没办法带新手啊，新手就没办法成长，然后人就越来越少，然后最后老手也找不到人。因为新手没办法上来啊，老手也没有人，就是恶性循环。MMO 嘛 ，MMO 组队就是会这样。联盟可以讨伐哦，这个我们联盟没人啊，他快死了，啊，随手讨伐一下好了。回合制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攻略，我也没打过哎，骸骨队长，看一下他弱点。火水冰，火水电，火水雷啊！推荐英雄应该没差啦，我们就上个这个火，这个要那个消火器才会比较强。随便来一个，这也可以啊，御星闪人。一万三或五万啊，随便打。哎，无法参加手演战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参加、欸。没有召唤权，被打死了、喔。不可能吧？我再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。被打死了被打死了，你怎么这样？不知道谁打死了这个啦，纯情处男，纯情处男打死了，我们公会没人的啊。我想说我要来玩一下、欸、就被打死了，好吧。这个 boss 就是那个啊，我们的那个地区 boss 啊，地区 boss 有这个，这是雨啊，轰头啊，然后这个骸骨队长跑出来了，就这些 boss 啊。好，那我来弄一下那个我的火凤吧。我的火凤是超三嘛，然后之前有抽到一只，所以我再来弄一个，再来弄一只，那弄一只的方式就是好感度嘛。然后把它弄到超市，好感度需要吃三个三十的，因为没办法，我这个有一个三十，原本只有二而已啊，我就去解任务啊，解那个我们的江湖路，我就解江湖路，因为我江湖路很少解啊，这边解完了，这个就看故事而已，然后打打小怪而已，这些我都还没解。好，所以我需要把它弄出来。这边有没有机会啊？选近的好了。然后这个是达人以上啊，不一定会选到特殊的。没有。然后这也是达人。把一些券开开，如果都没开到，我们就去用好感度吧。好，上清闪的，没用过。
还是他哎、欸，奇怪，瞬间就没了。好，这边打冷的，拿着特殊的，就来用火凤吧。火凤，这样应该就有了。但是我就四个啦。好，把它给叫出来。招聘成功。然后我们现在战力是10602，其实超越应该没有加很多吧，应该没有吧。超三是长这样，超四是长这样，多一些吧，多两条吧。这个内耗内力减少，冷却减少，还有这个耳环可能永久只加一之类的。好，10602，106多快40而已啊。所以这个超越其实齁不会让你变得超级强。哇，这个不够，我们来弄一弄。火属性的。所以大家不要想说这游戏、欸、超越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超三是基本的啦。那个东西找一下。欸，怎么没看到这里，随便弄了30怎么样。不要乱跑啊，点到地板。这个也会加战力。10703，欸，比刚多欸。好，又多一点点嘛。武功的话应该都满了吧。没得升了啊，这要三本了。剩下都 max 了，这没有输。好，又多了一些战力。然后我现在的战力最强五只，大概就不知道多少欸。我这样是快20000啦，但是我那个小雪战力也蛮高的啊。哎、欸，又可以进去了，25级了，要打吗？打吧，玩一下。这个不知道他的攻略怎么样，没打过。来玩一下，这个没有人的公会才打得到，是不是？不不不不不，我炮蓝。扣房吗？吸魔功。这个可以补血，虽然这种低战力不太需要补血，你可能为了追求战力，可能根本不用上买吗？哇嘞 ！Why？Why？ 那竟然让我急死哦！突然间就没血了，那突然间没血，有点扯啊！我们的这个肉盾体会突然没血。哇，他有护盾是不是？打不动。他有盾的话，他是攻击次数，所以他是打他才会那个啦。
他才会那个消失。次数型的护盾。哇，他又让我濒死了。他那一招让我濒死，有没有在打我？这个死掉了，我们奶妈死掉了，怎么那么难打？第一次打。天角，天角，砰砰砰砰砰！不愧是 BOSS 啊，真厉害！大招，我们来看一下动画。这是关闭吗？这是查看。哎呦，还有小队哦，还有那个特战队的姿势，灵魂级。不，你看这个灵魂级让我濒死哎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次数防御，只打掉他一排血而已，两排血而已。火药中毒，爆炸！我死一只。天角，我没有武神，他掉他打不动他，因为他有盾，白放了。伤害无效，浪费我的技能。化成灰烬吧。这个你要一些连击啊，把它破掉了。因为好像 BOSS 都这样。剩余三回合哦，打完了。再撤离。嘣，变八了。剩余回合，他有个累积伤害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